仅六平米的直立空间，错综复杂的房梁结构，就感觉你楼上就不是住人的，这只有猫猫狗狗能过。密不透风的阁楼，区区储藏间的女婿，好像所有东西都变得像小人国一样。设计师将如何拯救这对无法同住的新婚夫妇？全能宅急便，变。哇！全能宅急便每周二21:40，敬请期待。本节目由齐家网独家冠名，品质装修就上齐家网。